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最近大家知道睇咗一套名作啦，动画就系呢个《刀剑神域》。咁啊，真系嬲到咧，嬲到真系要出条片讲啦！咁啊，真系太废啦，系啊！虽然我已经好少睇日本嘅动画，但系既然《刀剑神域》系悭得咁紧要，咁啊，今日同大家睇下呢一个，即系拍条废片啦又。咁啊，而家呢一个网，即系大家我唔知道你用边个睇片网啦，因为最之前嗰排风声鹤唳啦，咁啊，我自己用开呢个啦。咁啊，我自己就search 2020年啦，咁啊日本嘅，咁啊逐个同大家睇啦。嗱，呢条片嘅目的系同大家睇下我感受，同埋即系如果你有啲咩动画推介可以讲下，但系即系人都知嗰啲你唔使推介咩？我的英雄学院二，即系啲系人都知嗰啲你唔使讲啦。基本上讲啲即系我冇提过，直播冇提过啲啦。咁你话我点知直播冇提过？咁啊算啦，唔好提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开始同埋太旧嗰啲都唔使啦，即系咩《龙珠》《悠游白书》嗰啲啱唔啱先？好啊，放学后，其实呢啲如果讲真，如果我有睇过简介嘅话咧，即系放学后海堤，反而我会啱睇，因为嗰三，我记得之前睇咗套三，即系三条女喺度玩游戏嗰套咧，我都系咁啱睇到嗰套，然后嗰套超级好笑啊！咁所以如果呢啲系轻松搞笑，我可能会中意睇嘅系啦。咁啊，赛马娘零兴趣啦，影之师呢啲热血系我冇乜兴趣。咁啊，呢啲纯萝莉嘢我亦都冇兴趣嘅。嗱，魔法律师事务所第二季咧，我睇啲画风都好似还可以。有冇人知道呢套嘢讲乜？咁啊，如果有人知道可以留言话俾我听吓。咁啊，水果男子第二你睇啲画风已经知唔系我哋睇嘅啦。咁奥林匹之环太过另类啦，唔睇啦。佢由于佢每一集更新咧，所以你见到好多重复咁，但系会飞得好快，放心。咁啊，呢啲都系重复噶啦。咁啊，跟住呢一套《魔物娘的医生》咧，我就咁睇过，应该都系偏搞笑噶啦，系啦，即系嗰啲搞笑短短嘅单元啦，类似咁，我都唔系好啱睇呢啲。屌你老尾，《刀剑神域：爱丽丝篇二界战》就垃圾。咁啊，印牙我就冇睇开动画啦，系啦，呢个 Rebirth 我应该唔啱睇嘅，呢个都系。咁呢一个呢，我见到呢啲校服嘅格式，我就諗起 IS 啊，呢个服服地係啦，都係唔好搞啦。哇，甜梦猫呢啲画风都係女性向啦。咁魔王学院的不适合者之前人提过，但我睇呢啲咁嘅画风加上呢啲咁嘅名字呢，咁好明显係轻小说改编啦，我真係唔係太鍾意啦。因为个男主角嘅画风唔啱，同埋我真係唔想再睇呢啲咁嘅轻小说改编啦。我睇得太多啊，太服啦，你老尾唔好再睇啦，就真係唔好再睇啦 ，peace。咪光之美少女真系唔敢不嬲冇睇开噶啦，咁啊数码暴龙啦，真系呢个都系不嬲冇睇开嘅，咁啊我讲我由细到大极度唔中意啲咩假面骑士，太假啦，或者我连我小学时代都觉得有冇咁假啊，即系着住咁紧身衣，大佬，所以冇兴趣。咁啊棒球啊更加唔中意睇啦，呢套直接 pass 去啦吓。好啊，第二龙珠冇兴趣，跟住啲天晴烂漫都唔方好睇㗎啦。但係啲画风几好喎，佢呢套嘢啲画风其实几啱我，但係算啦，真係唔好搞咁多嘢啦。但係呢套咩老级战队啊，就咁睇一次魔禁嘅画风啦，但係呢啲都係伏未龙嘅呢个。好啦，魔法某电磁炮原来有第三季，我而家先知啊。其实第一季我就好鍾意，但第二季我觉得真係垃圾嚟，基本上闷到飞起，所以第三季我有啲保留啦。有冇人睇咗觉得真係俾啲评价我？我本人呢就極度鍾意炮姐同埋食风嘅，但由于第二季太过闷啦，所以第三季如果有人睇过嘅，即係如果你呢个系列嘅 fans 可以话俾我听到底得唔得啦呢套嘢。咁啊，食激之灵我冇睇，我睇漫画睇咗中期弃坑啦。糟蹋女友都唔啱睇。嗱，我的青春物语呢，其实我有睇嘅。第一季我觉得係好好睇。因为第一季我觉得佢嗱，点解会觉得第一季好睇呢？第一季相对佢爱情嗰个比重係唔多嘅。即係你会睇到主角嗰种享受孤独嗰种感觉。但第二季我觉得就係垃圾嚟，基本上。因为第二季佢又搞埋晒 TVB 三角恋呢，即係嗰两个女主角鍾意男主角啊。之后搞埋搞呢搞路，变咗基本上第二季有个垃圾，所以第三季我都唔系好想睇啦。欢迎来到加法唔知咩嘅，咁蒙面都唔睇啦。嗱，有人推介过呢个炎炎消防队啊，呼声好高啊。我开头以为系有啲劇情啊，但我睇我而家先至第一次睇一个缩图呢，咦，我发觉呢套嘢好似系格斗嘅，原来，即系我就咁听炎炎消防队呢个名呢，你其实好难联想到系格斗漫画嚟。咁但系而家我睇又好似
好似 OK 喎，又吓呢套嘢应该好多人追捧咁，到底系咪真系值得睇咧？系啦。跟住呢一个彼得里格尔的贤者时间啦，个画风几啱我口味嘅，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啲咩口味噶啦，好老实讲咗句，即系标准嘅嗰啲画风就 OK 噶啦。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伏味龙噶啦，讲真呢啲咁嘅嘢，我觉得真系服服地咯。睇下有冇人睇过可以留言啦。咁啊，跟住都系啲重复更新啦。呢、這个《飞枪人生》我未睇过，唔知咩，但睇下画风嗰啲黑暗啊。哇！呢啲唔睇啦，唔睇 pass。富豪影视咁熟嘅呢两个，但系呢个画风都系啲类似少女漫画。呢、這个咩世界第一？呢个男定女嚟？我想问一下 BL 定咩？呢、這个女仔嚟应该系啦，但我唔好呢样嘢啦。咁啊，猎魔武士，今次大陆漫画啲 feel 嘅。好，未从零开始，暂时都冇乜兴趣睇，等完晒第二季先得闲先睇啦。咁啊 ，Big Jim 呢套嘢既然系出动，呢套应该系啲四格嗰啲，即系一集几分钟嗰啲啦。我谂《恋与制作人》零兴趣，哇，呢啲完全唔得啊！呢活络要塞咦咩嘢套嘢？不过睇呢啲都系比较沉重嘅，通常呢啲剧情。咁但系有冇人睇过呢套嘢？我想征求下意见。活络要塞。因为啲画风好似 OK 喎，好似嗱呢一套有出名嘅巨人族之花嫁咧，连我都听过。咁啊呢个著名嘅 BL 嘅小说改编啊，即系好似度嘅人就，因为当初我咁啱唔知睇咩新闻睇到咧，佢呢啲封面图系非常之诱人。即系如果你系中意 BL 嘅少女就幸福啦。咁当然动画版应该拆除咗啲系啦，嗰啲。睇啦嗰啲嘢啦，即系佢始终唔系 X 漫嚟啊嘛套。咁跟住呢啲都冇乜大戏，高达创战者啊，好似有啲人话 V 呢个 OK 嘅话，但我都系我而家睇紧巴巴托斯，咁啊睇完先再算啦。呢、這个系细血咩啊？细血狂袭啊，竟然出到第四季，但我完全唔知道吓、啊，完全唔知道有套咁嘅嘢啊！天地无用唔啱我睇啊，算啦。炎灵少女呢个咁大陆 feel 嘅，点解系啊？都服服地啦，服有少少，即系我有嗰啲感应都服唔服嘅。其实基本上，个白霜呢个大家知咩啦？呢个唔介绍啦。但我冇睇过呢套嘢，但我知我当然知系咩啦。咁啊，哥布林杀手我睇漫画，所以动画冇乜兴趣。地下城呢一套系好似嗰只咩 D&D 乜鬼嘢嗰只 game 改编啊嘛，好似话。呢、這个进击的巨人游戏王冇兴趣，梦想点呢？你见到五条马佬啊，之前唔系我睇噶啦，你哋日本沉没呢套2020真系唔知咩，大家都唔想睇啦。即系日本沉没，我当然知咩，但系2020年版我唔知咩嘢。公主连结听讲动画都俾人闹到飞起啊，即系话唔系好掂啊。咁但我本身冇玩只 game， 所以冇乜兴趣。呢度有套叫咩格莱普尼尔，好似有啲解谜，但系。呢、这个画风就唔系太啱我口味，《啄木鸟侦探社》呢啲一睇就知，一条女都冇，知唔系我睇噶啦呢啲，系啦呢啲纯粹系服。咁《辉夜大小姐》好似都好多人推介喎，系咪呢套啊？《辉夜姬》啊，我唔知系咪呢套啊，即系类似啦吓，即系呢套有时间，即系《辉夜姬》嗰套咪真系咁好睇啊？好多人都话好睇、啊。我话社长战斗的时间到了，画风 OK， 但系。硬系觉得好似唔系好认真，我唔系好中意，点解？魔神英雄传同阿 pass 啦，呢啲但系太过沉重，好似即系呢啲太过剧情向，我又唔系太中意咯。即系除非我代入到，但系喂神之塔，喂顶神之塔嘅动画呢、這个我会睇，放手呢、這个我听过，但我成日都我一直都唔记得咗搵啦，我成日，但系啲画风好似有啲奇怪，我觉得点解呢个靓咗咁多嘅呢、這个八婆吓？呢、這个 bitch 靓咗，好似系嘛，就咁睇好似靓咗。有几多集啊？我得13集，唔系嘛？13集，我想话去到边？有冇人知道第一季去到边啊？因为你不妨剧透我唔紧要嘅，因为反正我都睇晒漫画，同埋点解鳄鱼咁细只咁嘅头，好似好奇怪。不过呢套我睇下动画到底系点样表现先啊？哇，佢日文配音喎，有早见。哇，早见沙织唔系配呢个八婆啊嘛？但其实几 match， 我早见沙织把声系几 match， 但系唔系啩？早见沙织系配呢个咁啊惨啲喎。OK， 继续。
乜阿朗呢个真人，呢啲又系啲蒙面超人嗰啲啊，根本就唔应该列入呢一个动画。我四月一日，好似 total 有九页到啦。呢一啲应该系咩天气之子嗰啲画风嚟噶啦，即系嗰个咩咩城啊，唔知乜鬼嘢城。阿尔泰呢啲真系听都未听过。A 三五 ，no no no， 白猫五。转身恶亦只好拔除破灭奇迹。我真系我对呢咁长嘅名字其实冇乜好感啊，好老实讲，唔知你哋点睇啦，我自己真系冇乜好感。等先啦，继续。咁啊，聆听者呢啲剧情香咗啦，樱花大战 no 啦 ，game 都爆噶啦，等先。二兽魔刀得三集啊，咩嚟噶呢啲？睇下先。咦，唔系有十二集喎？有冇人睇过呢套二兽魔刀啊？系啦，好似都几另类啊！睇下先。不过其实你得一季咧，你都好难讲到啲咩故事。我自己觉得一季太短啦，其实。即系我觉得你得个十几集咧，应该你冇可能讲到一个好史诗式嘅故事咯。我想睇大故事。喂，大希扎斯好似几吸引喎，啲画风吓，又有一句有人睇过嘅，喂，即系如果以上有人睇过，可以留言讲下。咁啊，最其实 YouTube 嘅排行咧，基本上咧，你 like 数，即系你越多人赞好咧，你就越嗰啲留言就越上，我唔知点解释俾你听。系啦，睇下先，破晓之翼，奇幻怪盗。哇！呢套嘢个动作虽然好少女漫画 feel， 但系呢一个色情，跟住动物新世代唔睇啦，呢啲见到个狗头，哇！邪神呢套其实几好睇，我睇漫画呢套嘢，我唔动画冇睇过，但我睇漫画嘅。好多年前我睇漫画觉得几搞笑，即系佢系短篇集啦，即系讲呢一个中二病少女专恰呢一个邪神，跟住佢越嚟越多角色咯。我记得睇到天使出场咁上下，跟住就唔知点样冇睇到系啦，几好睇，我觉得几搞笑，但我唔知动画系点啊。啊，王者天啊，公。我一直都唔识读呢个字，攻壳机动队啦，系啦，呢套嘢有冇睇？我由细到大都，我细个嘅时候睇唔明嘅呢套嘢，因为呢套嘢喺我好细个小学嘅时候就有啦，好似当时我睇唔明，我觉得好深，咁啊结果一直到而家都未睇过，而家我应该睇得明嘅，有机会我想睇下呢套经典啊，即系攻壳机动队，因为觉得唔睇呢套嘢好似有啲可惜啊。好啦，但唔知点解攻壳机动队个世界观好似我一直都觉得好似唔系太吸引，唔知点解啊？哦，呢啲都魔术师，呢啲咁嘅主角个样唔系太中意咯。但系姑且一问呢套嘢得唔得？但呢套嘢冇人提过，应该都唔系太得噶啦。咁啊，异世界四重要垃圾，唔系呢个唔系垃圾，我更正，呢个系 match 晒几套作品嗰啲，即系嗰啲类似 crossover 系啦。呢套几靓个画风，不过呢啲都系漫画改编噶啦。我话思维，哇，呢啲真系咩嚟噶？心理测量者呢套嘢得先咩嚟啊？呢套嘢我真系唔知道，系咪应该唔系我认识嗰套嘢啦？应唔知啦，系啦，继续睇啦。哇，這个咁露骨嘅呢个系，哇呢套咩嚟啊？咩异种族风俗娘黐孖筋？你虚构推理等先，呢套喂。好似 OK 喎，啲画风完全系我口味喎，有冇人呢度想睇？好似 OK 喎，宫野真守喎，呢套可以考虑睇咗佢喎。哇，好咁啊，要睇好多。呢个系直成个菊花路俾你睇咩料？睇下先，其他啲就要魔法少女小圆压屎啦，食屎啦，真系。好啊，继续。呢啲唔啱噶啦，呢啲但系太少女漫画嘢啦。睇下先，七色。呢套嘢咁熟嘅喂，七折，我听过个名字，但我唔好记得呢套嘢好似系睇过，好似听过，但我真系唔记得。宝石商人，但呢个都偏少女漫画画风啊，七折。唔系呢个唔睇，呢一对我好似咸 game 嚟，点解？因为太痛就点防御力了。呢套漫画我见过，但我觉得都系服，即系又系嗰类轻小说噶啦。我睇个样都系。暂时都系别对影长蛇紫罗兰呢套唔算，我唔中意睇系咯。达尔文游戏咧，我就睇漫画嘅，所以动画我就唔睇啦。
即系其实哇呢套呢个角度唔错 ，not bad 喎。即系达尔文游戏咧，其实漫画出第一话嘅时候咧，我咁啱就已经开始睇，我咁啱，所以我系基本上由头睇到去漫画睇到尾。好啦 ，last 一页啦呢个。咪呢一个系2020年啦，但系你见到有啲2019嘅，你见到系咁啊，暂时系咁多咯。咁啊有几套都OK， 即系我主要系问一下，即系炎炎消防队啊，同埋呢一个电视炮第三季啊，就有几套都系问过，咁睇下有冇人睇过可以答我啦。咁我自己觉得神之塔我自己会睇嘅啦呢套，咁啊虚构推理好似都 OK 啊。不过呢一类咁啊作品啊同你讲啦，即系呢一个剧情。呢、這个种类咧，一系就好睇，一系就服到飞起嘅，系啦，即系虽然系废话，但系事实嚟嘅，因为啲推理系嘅嘢咧，你一系就服到好紧要噶啦，因为你最紧要就系你解埋嗰度可唔可以说服到个观众，如果你说服唔到咧，就 P K， 即系类似弹丸论破第三代咁样，即系个结局系爆炸嘅。好啦，咁今次动漫分享嚟到呢度啦，咁欢迎大家留言同我交流，系咁先，下次见。你唔好叫我睇《刀剑神域》第二季啊，警告。